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怎么了？病人的病灶出现转移，也就是说，已经扩散了。不是已经切除了吗？怎么还会这样呢？淋巴癌术后复发的风险一向很高，手术后并不代表治疗的结束。你比如说，像手术不彻底呀，过后有没有及时的巩固治疗？ 还有术后护理不佳吧，等等这样一些原因，都会引起复发。那切除以后，淋巴癌症状表面上是癌肿已经消失了，可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些癌细胞的。那这些癌细胞又不断的大量的迅速的去繁殖，又形成了新的病灶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化疗，不过。 化疗对于病情本身来说意义不大，只是能延长病人的寿命而已。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，要不要做化疗？王源，我觉得到目前这个阶段。 再治疗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如果继续化疗，除了增加痛苦以外，没有其他作用。我看，要么把阿姨接出来，好好度过这最后的时间。我接受不了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也要坚持。我妈在一天，我就有个家。 妈要是不在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一次报这么多呀？嗯。什么时候可以上课啊？随时可以。舒曼，在哪能换衣服啊？谢谢。 我说你这两天怎么一个劲儿往家跑啊？这樊斌又出差了。没有，他们公司接了一新项目，忙着呢。我说你呀，这眼看着就是奔30的人了，这好不容易接了个婚，可是呢也没个正经工作，叫你要个孩子呀你也不听。妈，我现在是事业上升期，现在要个孩子多耽误我成名立万。我看够呛。你刚写完了那个剧本以后，就又没人找你了吧？ 我现在正在创作一部新的小说呢，都写一大半了，又是剧本又是小说的，我看呢不靠谱。这您就不懂了吧？这说明您女儿能跨界呀，说不定等我去世以后，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教育家、作家、著名编剧周小北，多流芳百世。你就贫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哈。 你呀，总得有个正经的工作，这个收入呢，倒不是最主要的，关键是你得有一个社会交往的圈子呀。我这不刚出道吗？急什么呀？哎呦，你以为这条路这么好走啊？依我看呀，你呀，还是赶紧回学校工作去。明儿呢，我就跟我那个老同学说，让他赶紧呀，把你给调回去。妈，你别吓唬我。你这孩子呀。 从小就任性，这是人生大事儿，这次呀，由不得你。哎，妈，我之前写那个剧本，你知道吧？马上就拍成电视剧了，说不定到时候播出以后，我就红了。真的呀？什么时候拍啊？明天就新闻发布会。了吧？还了吧？又骗我？没骗你，真的。真的呀？嗯。 那新闻发布会你得去啊！我去干什么呀？人家也没请我。哎哎哎，你是编剧啊，他们怎么能不邀请你呢？因为人家邀请都是导演啊、主演啊，不邀请编剧。哎，这怎么讲呢？那他们这叫不尊重知识产权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得去。我去了干嘛？ 哎呦，这孩子，你呀，印点那个名片，到会场上呀去发一下，多认识点人，多好的机会呀！妈，你还不了解你女儿吗？你女儿能做得出这种事儿吗？我是大师风范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。又来了。
什么大事风范呀？啊，没事儿，爸。老周啊，你可是回来了，你赶紧管管你那宝贝女儿。明天呢，她写的那个剧本要开新闻发布会，多好的接触影视圈的机会啊！我让她印点名片，到那个会场上去发一下，多认识点人。可她就是不去。听你妈的，这么好的事儿，得去啊！哎，你们俩别联合起来对付啊！不请自去成什么了？不速之客，多尴尬。机会啊，都是自己争取的。你要是不去，你托我办那个事儿，我也不管了啊。哎，爸，爸，别呀、啊！哎呀，来，所有的学员，双手放松，自然下垂，来，一起跟我做。来，一位手，二位手，好，三位手，下巴微抬，挺胸，收腹，来，四位手，手错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还上课呢，文静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什么事儿啊？只要我能做得到，你说。你肯定能做到，就是怕你不愿意做。你的事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呀？说呀。哎呀，你别卖关子，快说吧。你带我去见一下程晓峰吧。我不去。文静，我不去。你这次必须得帮我。我什么事都能帮你，就这事儿不行，好吗？文静，医生说。我妈的病灶转移了，只能靠化疗拖延时间。我想让陈晓峰帮我找个专家看看这片子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实在不认识别的医生了，我只能麻烦你了。文静，文静，好，我去，人太欠我一人情了。你在这等我啊，我换身衣服啊，我很快啊。哎，程医生，最近可是好久都没有见着嫂子了，零食都没得吃了。你们俩吵架啦？没有啊，他最近有点忙。哎，文静姐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。嫂子来喽。你先去跟他说一声，我跟他不熟。去，忙着呢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吧。不是我找你，王源找你。是我找你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哟，文静姐，最近忙什么呢？挺长时间没看你过来了。你们不知道吗？我跟他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为什么呀？他把我始乱终弃了。啊？行，大概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你把片子搁在这儿吧，我找人帮你问问。哦，谢谢。如果有结果的话。我给文静打电话。哎，好，要不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你吧，这样方便点。那也行。就这样啊，我痛苦了好长时间啊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呢。是吗？他太过分了。就是，哎呀，没事。多过分啊！哎，别提了。文静，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我都给你买好吃的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太过分了，谢谢啊。程医生，
像文静姐这么好的姑娘，你都不知道珍惜，真让人鄙视。你懂什么呀？哎，刘主任啊，没打扰您吧？啊，这样，我有一个病人的片子，您能帮我看一下吗？小姐您好，哎你好，您是哪个媒体的呀？哦，我不是媒体的。那您是？我是编剧方敏的朋友。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有邀请函吗？嗯，没有邀请函。那这样吧，我进去找一下方敏姐，让她带您进去吧。算了，不用了，我估计她在里面忙着呢。那你有名片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导演，咱不是提前说好了的吗？这部戏没有署名，你不能参加任何活动。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要署名的。那你这是？哎，就我妈逼我逼得特别紧，她不知道我在当枪手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待会儿带我进去，不用介绍，就给我照张合影就行。嗯，行，好，走走，是我朋友，来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，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就结束了，有请工作人员们上来合个影。你第几呀？哎，陈助理，陈助理。你好，33号床刘云续费，啊，大姐，还是麻烦您别告他家属啊，谢谢您。刚好这个病人费用的差不多，这次续多少？嗯，20000。好，谢谢您。来，所有的学员看我动作哈，双腿交叉，上盘。来，挺胸，挺胸，双手合十，呼吸，挺胸，1 2 3 4 5 6 7 8，好，转身，1 2 3 4 5 6 7，做做完这个治疗要多休息，你要是有啥子不舒服嘞，你就跟我讲哈。啊，圆圆，妈妈过来对你这个病，我不懂了。啊，你又乱想了。这个治疗很常见。好多人都在做，没得啥子副作用，嗯，就是有可能掉点头发，不过你放心哈，等到好了以后呢，还能长起来。阿姨，
点没有？今天开始做化疗了。嗯，第一期还没做完。哎，小北，正好你刚来，你陪阿姨说会儿话。嗯。王燕，出来呀，你说事儿。啊，去把根号回来啊。嗯。不要乱想了啊。阿姨。都快要死了，才晓得那个对我真的好。这一生病，儿子跑得远远的，围到我身边转的，就是圆圆，浑圆冬。我以前就是偏心眼儿，重男轻女。我对我们演员一句好话都没得。哎呦，我想起来，我心都难受。你看我现在，我还净给圆圆添麻烦，成了他的累赘。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阿姨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你这么说，王源听见了，他该伤心了。您现在就是好好的把身体养好，慢慢的让精神好起来，什么事儿也别想，多休息。你以后还要抱孙子呢，对吧？老太太，你这年头来了，看这样情况，你赶紧再给王姨打个电话。小心好不好？我到外面打。喂，姐，啥事？王姨，你咋个回事啊？你人不来就算了。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得，你到底是不是妈亲生的？哦，姐，你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哈。妈生病了嘛，就治嘛。你看我，第一没得钱，第二我又不是医生，你喊我来做啥子嘛？我只有添乱的，我这儿待着我就要憋疯，晓得不？王姨，你太过分了，妈咋会生你这个儿子呢？哦，对了，姐，妈现在怎么样啊？情况很不好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来不来嘛？哎呦，你不要黑我嘛！老太太在屋头身体好得很，比我还好。我晓得你就是想把我骗上去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哎呀，去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哈，我这儿忙得很哈，回头再说啊，拜拜。哦，好，那我告诉他吧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可能
有事要跟我妈打一会儿。哦，我跟你一块儿出去吧。别送了，嗯，快去吧，嗯。你好，33号刘云续费，暂时不用续呀，费用还够一些呀。还有多少？从账面上看还有2万多，应该够用一阵子。我当然没存那么多呀，反正从账面上看还有剩，如果不够的话我们会通知你的。哦，谢谢啊。文静，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好，那我出来了。文静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哎，我有一个坏消息要跟你说。你说吧，我有心理准备。陈晓峰给我打电话，说所有的专家他都已经问过了，阿姨的病确实是到晚期了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哦，剩下时间不多了，尽量让老人开心一点吧。啊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儿呢，放开放开。哎呦，怎么在最边上啊？你看把这脸挤的。哎呀妈，你不知道现场情况特别乱，我这还好有进度感，我使劲往里头凑，要不然我的脸就出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网上查过你们这个戏，那个编剧的署名叫方敏，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呀？哦，我们俩合伙一块写的。合写的也得有你的署名啊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我查了好几个新闻都没有。太过分了，他们这是什么情况？肯定是他们给搞忘了呗。不行，我得打电话，我得骂他们一顿，必须给我加上，要不加上我也开一新闻发布会，痛斥他们这种行为。把电话给我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这记者啊，一时疏忽也是有的。你是个新人，刚出道，要跟大家搞好关系，别这么咋咋呼呼的啊。行吧。那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这次就算了吧。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啊，提醒他们一下就是了。嗯。哎妈，我爸呢？中午回不回来吃饭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最近怎么老盯着你爸呀？没有啊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哎，你看你女儿具不具备专业名编剧的气质？我得把这张照片啊洗出来。给亲戚们呀都发一下。你可别。怎么？不是，我照片没照好，你看就半拉脸，洗出来挂人家多不吉利啊。也是啊，以后呀有的是机会。嗯。妈，你从今往后不会再逼着我回学校当老师了吧？那可不一定，要看你以后呀发展怎么样。哎呦喂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来了？不是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别提了，工作室最近生意也不好，好容易接一单生意，还是选美比赛。我正培训呢，打算亲自给他们上课。
哎呦，几天不见，变化挺大的呀。要不要我给你展示一下茶艺呀、啊？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我打听到了一种特效药，能治我妈的病。你认识的人多，想让你托人帮我找找。是吗？靠谱吗？病急乱投医嘛。我现在什么药都想跟我妈试试。行，回头啊，把药名告诉我，我托北京的朋友帮你问问。谢了。我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就躺在床上想，你说人活着一辈子图什么呀？看着自己的亲人受苦，一点一点的远离自己，才发现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就有种特别特别无助的感觉。说现在怎么样了？嗨，还不是老样子啊，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，剩下的就是等呗。流年不利啊，怎么每个人身上都一堆的事儿？周小北呢？他干嘛呢？他那破剧本开机了没有啊？开机有他什么事儿啊？到现在还没接到新本呢。早就劝过他别做枪手了，没节操不听，活该。也挺不容易的，你看剧本好不容易写出来了，还不能留自己的名字，就算到时候播得特别好，他也没办法证明给别人说那剧本是他写的，正发愁呢。嗯，我看他发愁我就高兴，他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吃点苦头，让他知道什么人对他好，什么人对他不好。哎，我是不是该走了呀？几点了？哎呦，我真的不走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上课呀。人家每天只上一堂课，我一天上好几堂，一堂不落。是那种本期不会，下期免费那种吗？没有下期了，再就该接课了。走吧，我送你走。喂，爸，有消息了。那你在家等我啊，马上回来。爸，事情怎么样了？有结果了？你跟我到书房来吧。完了。看了几年啊？无期。凭什么呀？怎么就韩文静他爸最倒霉呢？无期，还不如直接判死刑得了。无期，没剩几年了，一共。爸，你肯定没帮我找人吧？我求你了，办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？行，你不找人是吧？那我自己找人去。去啊，你不是找人去吗？走吧。我不去。爸，你骗我啊。你呀、啊，还是没长进。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，遇到再急的事儿也要先压一压，不能直接发作。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呀，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着急吗？你怎么还吓唬我呢？吓唬你？我吓唬你了吗？
我还没说呢，你就急了。好好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您别卖关子了，您快说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是说呀，那个副部长给判了无期，韩文静他爸爸本来就没有多大的问题，下周呢就可以放人了。你告诉韩文静，让他们不要太担心了啊。真的？你也别太高兴了，他爸没事儿，那是因为他没犯原则性的错误。如果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啊，谁也救不了他。不过这一次位置怕是保不住了，反正快退休了，交权吧。交权交权，不让他也不干了，是不是？只要人没事儿就行了。哎，爸，那还需不需要打点什么？打点倒不需要了，我那个老战友啊，一辈子就欠我这么一个人情，这次让你逼着给还了，这下倒好，我们俩是两不相欠了。你俩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哎妈，你瞧你老伴儿多酷呀，简直天下无敌！你怎么这么会找啊？找这么好一个，我以后也得找这样一个。爸，那个今天晚上我去买点菜，咱们好好吃一顿饭。哎。啊，小北，我问你，樊斌最近为什么老是不来了？啊，他就忙他的工作的呗。再忙，吃顿饭的功夫总有吧？你把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电话，看看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丈人。哎，瞧您说的，那当然得有啊！我去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家啊。对，好好好，打给他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喂，樊斌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行，那你在公司等我，马上过来找你。小北，什么事那么着急啊？电话里不能说。你是不是快下班了？快了。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呢？那你能不能跟李蕊请假，晚上借我用一下？借你用一下？就是晚上回我爸妈那儿。看看他们，陪我爸下盘棋。没问题啊，我早就想去看爸妈了，就是怕你不高兴。那你千万记住了，我俩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说漏了，知道了吧？啊，知道了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我跟你根本就没有离婚。少来，你待会儿跟李蕊或者谁说一声，打个电话把你叫走，就说公司临时有急事儿，要陪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吃饭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，那你下了班赶紧过来啊。哎，喂，蕊蕊，我晚上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得晚点回来。樊斌来了，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小北，爸，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好久没有到家里来了啊！来，赶紧坐。哎，马上一会儿就好了。爸，你看我带什么来了？哦，你买酒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坐，快点。哟，爸，再忙也得吃饭，是不是？嗯，他要再不来啊，你爸可真得跟你们急了。爸，嗯，最近又偷偷学艺了，买了个棋谱，没事啊，我研究研究。照这样下去，我可下不过你了。来，你看看。哎，哟，该谁先？哎，饿了吧？一会儿就好啊！啊，好。哎妈，今天晚上樊斌不在家吃饭，他今天晚上有个特别重要的客户要陪啊。妈，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？有你最爱吃的炖羊排。是吗？太好了。樊斌啊，哎，不要到外边吃，就在家吃。你妈做的饭菜又好吃又有营养，去外边干什么呀？晚上陪我喝两盅啊，没问题，爸。樊斌，你不是说今天晚上那个客户特别重要吗？你约了好几天都没约上，没事儿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去吧。啊，
爸，樊斌今天晚上有事儿。没关系，小北，我一会儿给那个公司打个电话，让副总出面，效果肯定比我好。没事，樊斌去吧。你就放心吧啊，小北，我好长时间没回来了，今天晚上陪爸多喝两杯。对，就在家吃啊。哎，好。来来来，把这。提醒给自己打三倍的猎物。爸，来喝一口啊！哎，吃菜。哎啊！有点咸。接啊，你怎么不接呢？是啊，接吧，没事儿。喂。樊斌，你敢挂我电话？我在外面呢。你在哪儿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跟我说你在公司加班，可是你公司根本就没有人。说吧，你在哪儿？你别没事找事儿啊！樊斌，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你在哪儿，你别想挂电话啊！我在我丈母娘家吃饭呢。你。啊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。一个同事找我出去喝酒，不用管他们，咱们接着吃吧。哎，多吃点菜。哎，爸，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来。维哥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不在加拿大吗？我早回来了。早回来你也不打个电话，我这回来忙什么呀？不是，哥，你真不知道我回来了？我上哪儿知道去？吃。樊斌没跟你说啊？樊斌，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樊斌跟他老婆离婚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他俩就是因为我离的婚。我跟樊斌在一起都挺长时间了，就我出国前去北京找你玩那会儿，我跟他我俩在酒吧认识的。不是，荒谬！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这属于第三者。行了，哥，你别跟我这上岗上线的行吗？我喜欢谁，我就要跟谁在一起。别说他那会儿还没结婚了，他就算结了又怎么了？婚姻是什么？不就是一张纸吗？再说了，我要是不跟樊斌好，你跟周小北，你俩能有机会啊？我告诉你，李蕊，少来啊！咱们俩就不是一回事，我跟你能一样吗？啊？周小北知道吗？这事儿怎么不知道？当然知道了，我还上他家找他去了呢。你去找他了？周小北没跟你说呀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哥，我这么告诉你吧，你知道樊斌人现在在哪儿吗？他在周小北爸妈家陪周小北爸妈吃饭。你说这都什么人啊？婚都离了，还跑人爸妈家吃饭。哥，你也别太傻了。哥，小北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父母那边我会尽快处理好，以后不会再经常麻烦你了。
樊斌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你跟周小北，你们这婚到底离了没有？离了，这离婚证你不都看见了吗？离了婚，你跑人爸妈家吃什么饭？吃顿饭怎么了？以前你跟周小北在一起，你还会撒撒谎。现在你跟我在一起，你连谎都懒得撒了。学不会就被淘汰，你的世界只怪我不够特别。应该送多少玫瑰，什么颜色的才对，情人节是今天还是昨天，这一次我无路可退。而我知道我不舍也不配，而我只梦寐以求你多看我一眼。Baby 给我时间，也许你无所谓，别让我不要脸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只愿意为了你狂奔，雨再大也奋不顾身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我不会弹吉他唱歌，也不会逗着你快乐。甜言蜜语怎么写，暧昧怎么说才对，学不会就被淘汰，你的世界只怪我不够特别。应该送多少玫瑰，什么颜色的才对，情人节是今天还是昨天，这一次我无路可退。而我知道我不舍也不配，而我只梦寐以求你多看我一眼。 Baby 给我时间，也许你无所谓，别让我不要而别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只愿意为了你狂奔，雨再大也奋不顾身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我不会弹吉他唱歌，也不会逗着你快乐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只愿意为了你狂奔，雨再大也奋不顾身。